我说你屎壳郎吗？你不是说我是屎壳郎吗？我在推粪球啊。你。一不接电话，二不汇报工作，三夜不归宿还喝酒。身为一名员工，你连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你让别人怎么相信你？你再看看你现在一身酒气的样子，让你退出玄中机是我做过最明智的决定。李成，你要是不想参加游戏比赛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这个游戏比赛不是非你不可。你不会以为你真的重要到无可替代了吧？他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当真。我会完成比赛，拿到第一名，不会打乱你的计划的。陆离，其实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吧，就像情侣，明明相爱，却要互相伤害。再加上你们本身就是情侣，这个伤害值就 double 了。其实你这个回血方式也挺好的，既不会造成真的伤害，也不会影响彼此的感情。就是这个画面呢，就过于血腥了。要不咱换一种死法？啊？比如？比如你看啊，被灯泡砸死，或者先把它打成如花，照镜子丑死。总之啊，世上老板死法千千万，不行咱就天天换。嗯，你说的是江一成啊？我可没说江总啊。江总虽然没给我升职吧，但是他给我加薪了。我说的是其他公司的。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以你这种可爱的方式去宣泄怨气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就会和平很多了。是啊。嗯。大黄，你真的是个天才，谢谢你啊。酒精中毒而死，花瓶砸死，大便用力猛猝死，吞下苍蝇恶心死，被螺蛳粉臭死，被电梯夹死，被蟑螂吓死，被水淹死，这都什么呀？怎么有声音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有股屎味啊？臭吗？我觉得很香啊。简直就是生化武器，你给我吃快点啊。细嚼慢咽才有利于食物更好的机械性消化。再说了，这么好吃的东西当然要细细品尝，慢慢回味了。说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臭的东西啊？哎，我说你屎壳郎吗？让开！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我是屎壳郎吗？我在推粪球啊！你，开始吧。
游戏的名字呢，暂定为 BOSS 的一百种死法。继续。这是一款休闲益智类游戏，难度很高，但规则简单。总结来说呢，就是一句话，利用各种方法将 BOSS 的生命值清零。这个是其中一款，看上去潇洒多金，其实是一个目中无人、毒舌、傲慢的 BOSS。 玩家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 BOSS， 每一款 BOSS 的魅力值、敏锐度和体力值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每关的闯关难度和方法也都不一样，死法各种各样，比如说是被螺蛳粉臭死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满意，那就开始做 demo 吧。散会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啊，弄完了，比截稿日还提前了一天啊。是啊，我就是一只只会写程序的僵尸。僵尸厉害。哎，老袁，陆离弄完了。啊啊！哎，你不准备交稿啊？我再检查一下，明天再说吧。哎，对，检查一下好，不要像某些人一样犯上次那种低级的错误。哎，你这……也对了，那个到时候正式启动的时候，系统崩溃，无法正常运作。没事，我存在服务器里。走。走。你再说一遍。BOSS 游戏的源代码不见了。什么叫不见了？就是电脑里也找不到了。医生，你先别急。除了硬盘里，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备份？我在服务器里备份了一份，但是也找不到了。我已经想了各种方式恢复，但是还是恢复不了文件。你是说电脑跟服务器精准的把你要上传的程序全部清空了是吗？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确实是这样。对不起。你这三个字说出来太简单了，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现在说没有就没有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不起。